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 Hi, 吃饭族, 大家好。 我是组长，今天带大家去玩一下北美最有特色的运动——扔斧头。 其实说到斧头，大家都知道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工具之一。19世纪，一些加拿大的伐木工人为了打发时间，便发明了扔斧子比赛这项活动。没想到，现在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项很受欢迎的都市运动。 在美国、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都可以看到这些扔斧子的俱乐部。今天我们去到全球最大的扔斧头俱乐部 BadX Throwing， 这家俱乐部在北美已经开设了21个分店。一般是需要上官网预约，当然，如果你想要买特价门票，就可以每周上网就看看官网放出来的 Walk-in Schedule。那个时候 Walk-in 的话，门票是半价。我们就是趁 Walk-in 时间去玩的。 很幸运，当时场地里没有任何预约客人。首先，教练给我们讲解了安全注意事项，如何握斧头，还有如果两个人一组的话，要保证一起扔，一起捡回。之后，教练开始讲解如何扔。扔斧子分为双手、扔和单手扔两种。对于新手来说，双手操控更加简单。首先站在篱笔心大概 3.6米的距离，两手轻轻握住把手，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举过头顶。 随后身体前倾，把斧子缓缓挪动向前，瞄准目标后，另一侧腿跨出一步，扔出斧子即可。如果斧头完美击中靶子，就说明站在了合适的距离上；如果是斧子的顶端击中，则需要向目标靠近半步；如果是斧子的把手部位击中靶子，则应该往后退半步。看似教练轻松单手扔都能扔中靶心，但是其实实际操作真的不容易。 连扔了几次，斧头都是击不中靶子。教练也会从中教导我们哪里需要改进。在扔的时候，好像就你击中靶子了。别看扔斧头，你就是借此宣泄怒气，很解压。其实扔斧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解压游戏，更是一项带动全身的高效燃脂运动。 玩家在体验过程中需要手眼协调，调动自己的肌肉，看准目标，奋力一掷，真的要靠手感。我们就玩了45分钟，手就已经酸痛了。少运动的人就是这样。总的来说，这个运动蛮适合一群朋友去，放下手机，发泄一下情绪，的确蛮解压的。我们去的这家是没有提供食物和饮料的，需要自备饮料。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个内容的话，记得点赞和留言告诉我们哦。下一期节目再见。